来，今天教大家罗横嫁接。首先我们这个消牙先这样啊，这样抬起一点，然后慢慢的往前推，这一刀，然后我们翻过来，刀这样斜着，不这样平着啊，刀这样斜着，然后把这边收厚一点，啊，它就成了一个斜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切牙，来，你们来看。就切牙，咱们的刀就往下拖一刀，就像杀猪一样，一刀拖下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将这个牙，你看它这是斜的，它就是一模一样啊，刚好放在这里边，是吧？嗯，全部就包裹完了，这形形成就对好了。然后我们再缠磨，无痕嫁接特别简单。再缠磨，用这个糯米纸，糯米纸缠磨，先把这些捆着，然后转一圈，把它捆紧，再多转一圈，好，再转三圈，咱们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把这里肉把它切掉。再封一下底，把这个底封一下，把这个牙子露在外面。啊，这个就无痕嫁接就这么简单。然后用那个包装袋，用袋子套一个袋套在这上面，因为我这没拿。好，如果学会了，帮我点个红心，加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